照最近替我处理公司遐尼侪代志，真正是辛苦伊啊！今日我着煮一顿好料来互伊食，暗时再去甲伊浪漫一下。啊，不过佳瑶敢若无啥爱穿 cosplay 呢？我可以当用什么叫互伊脸红心跳啊？偶像剧里面应该有真多，我来观摩一下。牛奶之吻，就是这啊。成功啊！老公，你回来了多好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安总，你那是在创啥？你喘不气气嘞？我要你抬我起来。不是用这個啦，想用你的嘴替我亲。用我的嘴？不是啦，你很不卫生的。有一种很插头啊，我都想用手机上网查过，这是偶像剧浪漫之吻的桥段，进来啦。你最近工作啊，遐尼啊多，真正是辛苦你啊呢。除了要予你爱亲亲，予你暖心，当然嘛要照顾着你的健康啊。你嘛啉。是啊。蛋姐。偶像剧一个家。两个人就继续进入去啊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奇怪，我哪会变到这么紧张啊？啊，对了，监视器。嘉瑶，你从啥呢？不啦，我都淡薄忝啦，我先休困一下。查车袂记得揢落你揢了整件事情的，唔知拄则我穿文衬的时阵，敢有去互看到？你想怎啦？人家是要甲你闹尔，你反应敢有需要遐尔大？奇怪呢。你想到最近，那么想要卡我，你是不是对我无兴趣啊？这哪有可能？我当然嘛是对你做兴趣，我就是对你受过有兴趣哦。所以拄才你甲我卡到的时阵，我呢哦就随反应啊，而且佮即马背身骨拢作烧的。反正我就想讲，我先去洗一下身骨好啊，啊等身骨洗完，我才偷偷陪你耍。那我等一下等你哦，你袂当阁甲我讲，你想要较早睏的，收忝唔得记住我。这个时阵会上来啊？一定是 Carol。Carol 多谢，一定是看到我甲文正当面来收钱，所以伊一定是来见过我。
就知影，一定是你。文珍，天气足怪，我拄则咧煮煲汤，这煲汤哦，煮完了身体就会足温暖的。来，再喝啉啉。啊，多谢了。哦，足香的呢。你坐来做我啉嘛。啊，唔免啦。这哦，就好恁阿婆恁就好啊。我无想要当电灯泡。啊 ，Carol， 你的条件遐尔好，以前就侪人来求你啊。无，你甲我讲你要爱条件是啥，我来替你找。哇！你嘛知影，我的标准就是爱成就，恁哥迄款的啊。啊！哈，啊那恁应该真少人会当达到你的标准的。唉，所以今嘛我才会心如止水。阿伯，我嘛想要成就，你家加油安尼，有人最怕才会得病。文珍，你阿伯的感情这么好，若是有一个人发生意外想走啊，留落来迄个人一定就艰苦的。我听讲，有的阿婆绝对无可能坐同一班的班机，就是为着预防两个人做出代志，会无人照顾囡仔。因若是有保险，受益人也是对方，安尼就算倒一天真正有啥物万一，倒来爱心，来当照顾另外一半，阿个囡仔。天若甲文珍讲这话是要创啥？啊唔对，这话是要讲我听。伊是咧甲我暗示，我若是继续甲文珍有甚物亲密的动作，伊绝对会伤文珍就死的。之前的文珍，啉迄种会让人想要困的中药，那伊即马进我煲汤内底，唔知看有掺甚物奇奇怪怪的物件。好啦，这个煲汤你就豆豆啉，爱记哦，一定爱搞我爱心，顶好玩。一定诶，多谢你哈，不客气啦。哇，这煲汤哦，真正够香诶！啊，香香香香。嘉瑶，你是咧创啥？食品检验哦。我这煲汤你也是卖滴好啊。买哩买，哈你阿胖。你想了？跟我想的同款 ，Carol 一定是伫个汤内底下毒。哎呀，文珍，你先别急尿，我即马得水替你吹毒啊！来，你水泡开。你跟我讲个清楚，你是不是是不是跟Carol真正有啥？不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真的也离掉无。我想讲哦，你最近身体无好啊，那是食这个物件，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啦。这是中药煲汤，那是对我的身体有啥物影响？刘佳瑶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之前有去惹过 Carol， 啊，去让 Carol 给抓了，所以你现在对伊所有一切才会遐尔感冒？无啦，你莫家己当面后壁编故事好无 ？Carol 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尔。而且哦，你现在拢在食西药，这中药就莫啉啊。无安尼啦，归去哦，这中药我来啉好啊，吼。万一 Carol 若是真正伫个汤内底下毒，那安尼。应该会，我解药吃掉了。
Thank you.